现在来介绍的是变数变换法一个比较快的技巧。那么刚才我们介绍变数变换法的时候，我们要令 u 是多少，然后再来微分，这样子的算式的浪费很多的时间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只要抓住了这个技巧之后，其实速度会比较快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技巧的内容是什么。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我们对一的 x 次方的微分。 是等于恢复原状。那么各位同学想想看，d x 我如果乘过去是什么？所以是 d e x 是等于 e x 乘上 d x。那各位同学注意的不是左边，是右边。各位同学的话，注意的是 e x d x 就是。 d e x 啊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两个合并起来就变成了左边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如果你们不了解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们的例题就会让各位同学了解了。那么各位同学两边乘过去，我们一样的，我就直接乘过去，各位同学就可以得到了什么结论呢？cosine x 跟 d x 的话呢，如果合并起来就会变成了 d sine x。 这边要记得啊，这个是 cosine x dx 就是 d s i n x。再看这个地方，如果这边乘过去呢，负 sin x dx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了是 d cosine x。d 指的是微分啊，各位同学要知道。再过来的话呢，第四个。 x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是二 x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两边 dx 的话呢，乘过去，二 x 乘上 dx 是等于 dx 的二次方。那么我们要熟练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微分式，对于我们后面变数变换法啦，还有分布积分法里面都要用到这些。 比较快的技巧，哎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哦。这个积分二 x 刮弧 x 的二次方加一的十次方哦，这个的函数的积分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感觉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们可知道这里有一个多一个二 x？如果少了这个二 x 的话呢，我们题目就麻烦了。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，这个题目怎么做会比较简单呢？我们就这么想，二 x 跟 dx。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，这是什么？这、就是 x 的二次方啊、哦、加一的十次方。这边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dx 的二次方了。前面的话呢，我们刚刚的话呢，介绍了我们的技巧。那么心里在想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心我们心中想，这叫做 u，这个叫做 u。 u 加一的十次方比 u，那各位同学知道怎么写答案了吗？答案就是，当然了，你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把它看成 u，但是的话呢，你们把它看成是这是一样的，以 x 平方为变数，对这个整个来积分，那么我们答案就直接可以写答案喽，答案就可以直接写了，叫做 x 平方加一的十一次方再加上 c。 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？它的这个算式也简短了不少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。哦，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如果少了这个 cosine x dx 的话，这个 cosine x 如果没有的话，哦，这个题目就变得很难了。这个题目的话就要用到后面的技巧，分布积分的技巧了，而且要一次一次的做。那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：cosine x dx，这个是什么？ 这个积分，sin 的十次方 x，cosine x dx 可以把它写成 d sine x。写成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看起来很复杂。来，我们把这个题目做一个对照。各位同学，请看，如果题目是 u 的十次方，d u。 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是不是，是不是这个题目就马上可以写答案了呢？可以马上写了。于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写答案，答案是十一分之一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的 u 就是指的是 sinx 十一次方。那。 我们的话呢，熟用了这些技巧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变数变换的题目会变得比较算式会变得比较简单，然后对于比较难的题目，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上手。